传说呀，带发巫术阴阳河，目见邪鬼行，耳闻邪鬼声，事无一生啊。师父曾经说过，一旦中了邪术，就会频繁看见不干净的东西。郭德友要坏咱们的事，你知道该怎么办？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对抗邪魔？向生而死，向死而生。他喜欢去世的是吧？摸不到的出现，不就顺理成章吗？师哥，这是不是鬼打墙？我把